家好，我是马谦，我喜欢旅行和摄影，目前已经走过了世界上60多个国家。一直以来，我希望做到的是用我手中的相机记录旅途中所有的美好瞬间，然后分享给所有热爱旅行的朋友。2年前，当我决定转型，从用图片记录转成视频记录时，我遇到了这台佳能R5，它满足了我所有的视频拍摄需求。2年内，它陪着我走过了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地方。我主页所有的旅行视频都是通过这台R5拍摄的，而今天我带它来到了印度尼西亚。在我大部分的旅行中，经常只有我自己一个人，随身携带的器材的重量是至关重要的。长途旅行时，随身携带稳定器是十分不方便的。佳能R5强大的机身防抖，加上 RF 镜头的自身防抖所带来的8G协同防抖，即使在没有稳定器的情况下，在50毫米焦段内，我都可以自信地手持相机输出丝滑的运镜，甚至使用长焦端拍摄摇镜头时，依然可以得出可用的画面。佳能R5另外一个非常吸引我的地方，便是它强大的对焦能力。即便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拍摄运动的人物，我也永远不必担心有失焦的可能。另外一点，R5机身强大的视频功能给我提供了无限的可能，4K 30帧、60帧，甚至120帧都可以手到擒来，为我在后期制作升格视频时，永远都不会担心画面的连贯性会受到影响。R5机身自带的内部 8K 30帧肉格式，为我在后期对画面裁切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。搭配上佳能强大的 RF 镜头群，8K 裁切到 4K 的画面依然优秀可用。